越来越热，太阳高高挂，骑车出门真怕被晒成肉干。我比较重视不要晒黑的话，其实热是没有关系。防晒外套、防晒裙几乎路上女骑士人手必备，但如果夏天穿凉鞋、高跟鞋，都很担心会晒得肤色不均匀，包上防晒鞋套才能从头到脚全方位的抗日。因为我都会穿就是像娃娃鞋那样的鞋子，那我会就是很容易晒黑，然后很晒黑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没洗，就是没洗澡的感觉，那个鞋子的型的颜色就在那边，但是我又不太喜欢穿防晒，所以我就想说那就直接买一个就是遮阳的，对，比较方便。有民众PO出一张照片，一名女子身穿黑色厚重大衣，站在马路上完全不怕路上33度的炎热高温，但为了防晒把全身包紧紧，很容易会因为没有通风中暑晕倒。是不是真的有防晒的效果？当然透气通风凉感也很重要。太阳底下骑摩托车，很多女生都会准备像这样子一片式的防晒裙，但如果今天你想要坐在后座给朋友载的时候，你就需要这一件。噔噔，多了一条拉链之后就变成改良式的防晒裤裙，活动自如，跨坐后座都没有问题，也不用担心会被太阳晒到。全副武装就是怕炎炎夏日骑车出门会黑一圈回家。记者龚玉德、李若珍台中采访报道。